一贯到神元山庄二和圣堂蛋街。002建筑外观。003慈心亭与弥勒园。004山门五圣宫。005附近社子村镇安东。006台南艺术大学。007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。007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。008天坛吊桥。009123345楼塔。1234545。010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。011兴建中的五圣宫。012供奉五大菩萨。013民国98年落成启用。2009014开方国外佛堂。015道场互动焦点。016心房联谊。017庆典互动。018重要网站。019展望。020道场蛋街。021山庄风景此世外桃源。022名产有产菠萝蜜。023特色感想。024二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。025建筑很宏伟。026建筑外观。
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。027柔道亲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。028慈心亭弥勒园。029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。030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。031山门特色及对联。032期望圣域言关。0333600圣48000言三6004000000345圣公公奉五大菩萨五。035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036附近者子村镇安东。037台南艺术大学。038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。039天坛吊桥。040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二手大罗仙的家乡官田乡者子村。0411留后天佛堂大佛像。1042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。043弥勒祖师制东护佛观世音菩萨像。044何老前人子即管及祖师师尊之母像。045兴艺三贤张优胜老前人。046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。047国内外佛堂道场互动焦点。048圣训文物。049一流有读经教室。050国乐班教室。051神韵合唱团教室。052四年制学界课程之新闻班教室。453举办道德经班。054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。055学界英文道二班。056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。0507办公室与交易厅。0582和众志爱心会。0591一流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。0609龙伴先天舞图。0611及神龟龙马雕刻。0612及道二圈善图文。0632345留宿舍东西厢房。2345064中炮人爱信义和平八波单位。